If we can never go back, thought you'd like to know that. 五个吧，不多不少的刚刚好，没有遗憾。一辈子有多少个异性也不够呀，就是人生还是要多见识见识嘛。如果说你自由，你单身，你就可以，只要有底线，你就可以随便见识呀，都没有关系。十几个够了吧？我觉得十个够了，十全十美。很多个吧，异性又没说异性干什么，那肯定要很多个啊。有当朋友的，也有当男女朋友的，有可以结婚的呀。我还觉得一个就够了，不需要那么多啊，又那么多好烦啊，好麻烦啊，多麻烦啊，每天还要烦来烦去的，多麻烦啊，对吧？觉得有两个就够了，因为就是一个是初恋啊，然后一个是最后陪伴你走到生命尽头的男人嘛。想看更多街头小马哥视频，请点击下方关注我们，爱你们哟，么么哒。